那红包要拿出来，你就知道要包红包了。红包阿伯，他是红包阿伯哦，對對對對，好不好？两位女孩今年几岁？很年轻哎，嗯，对不对？今年18岁，对，因为18岁是真的啦，因为他们叫 CS 纯优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个叫围城，一个叫以优，所以叫纯优。啊，在去年推出了首张专辑，对。嘿，那我想的，你们刚刚第一首歌怎么唱的是 SHE 的歌，是向这个前辈致敬吗？对，没错，真的，啊。SHE 的合音真的太厉害了，嗯，希望可以多向他们多多学习，他，嗯，是我们的标杆。是是是，标杆的，讲标杆哇塞！那两位2015年有什么新的愿望吗？你看去年发行的这个首张专辑了哈，那今年羊年啊。啊，总是要许一下新希望了。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，嗯，对，嗯，对，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音乐，喜欢我们的歌声。嗯，欸，我问你们哦，因为他们是和声，对不对？和声随时来一下都可以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俩住在一起2年，对不对？2年的时间，嗯。然后啊，就是做了很多培训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感情也很好。对，那和声是随时都可以。都可以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只要我们会唱进去都可以。哦，假的啦。哥哥爸爸真威达来，可以吗？原来您真是难倒他们了。他们可以，我跟你讲，可以啊，可以。No， 来，那听一下，真的可以。哥哥爸爸真威达，你看我家。来人啊，红包拿来啊！红包杯要来了，所以他们音感要很好才可以，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欸，那你们高雄印象讲一下，我们大家，欸，高雄人举手一下，你看我们高雄的每一位都这样白白胖胖，赶快让我们高雄的朋友多认识你们。对呀，啊，他来过高雄吗？之前来过吗？其实我每年的那个过年都会跟家人一起来爱河里面看灯会，哦。对的，去年你在台下看，今年在台上看，感觉很好哦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感觉很不一样。发现那人真的非常的多，而且灯会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对，嗯，所以你们要常来高雄，才会跟我们这些少女一样，每个都白白胖胖的哈，多可爱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首歌要唱给大家听，是要让大家更了解他们了哈。对，来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欢迎我们 CS 纯优带来的好听的歌曲，欢迎他们，欢迎。